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嗯，今天晚上明明要参加国际时装秀，想请你们赞助一些首饰，行吗？明明吗？嗯。我知道有点突然，我认识你们经理，拜托你跟他说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上次接去参加节目的首饰没有出现在节目上，就直接还回来，经理受到了老板的指责。这样子啊。 我们的首饰都是高价商品，我们怕因此失去信誉，所以很难再借给你们了。对不起。啊，那好吧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啊？不然。 去我认识的那家店拜托一下好了，他们应该没问题的。只能这样了，反正我们的服装已经拿回来了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让明明先穿她自己的吧。嗯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姐，我们回来了，我的衣服准备好了吗？回来了，宇轩啊，帮明明办事去了。什么？ 我姐帮明明去了。是呀。明明怎么会找她？演出9点钟就开始了，我们老师的服装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？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我想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如果再换衣服的话，就没有化妆的时间了。 再等10分钟吧，如果10分钟还不来的话，先去美容院好吗？嗯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，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出问题了？ 波波老师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得赶快才行。好。哎，您来了。哎，快进来啊！嗯，好久不见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明明，你不要这样。雨轩是我好不容易请来帮咱们忙的。 我不需要，谁说要孙宇轩来帮忙了？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还是先把衣服换上吧。我不要，我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他造成的，都是孙宇轩造成的，你知道吗？明明，哼，那好吧，祝你成功。雨轩，今天谢谢了。没什么，再见。不要这样，人家是特地赶来帮忙的。怎么？ 难道我说了孙宇轩两句，就让你心疼了吗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切！你看看，你现在看看，他现在就变成好人了，我变成坏人了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们这样子对我？为什么？明明。 肚子痛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文庆，我肚子好痛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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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是什么病啊？王先生，突然晕倒是为什么？王先生，说一下好。王先生，哎，对不起，各位，现在无可奉告，不能进去。对不起，现在细节探视。哎，说一下好吗？各位，王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明明小姐是压力性胃痉挛现象，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。啊，谢谢啊。 老师，服装秀的事解决了吗？哎，不知道，我已经委托佳佳替我去办了。哎，我还是打个电话去问问吧。哎，你看着他。嗯。好些了吗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你现在应该好好静养。最好什么都别想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想抛弃我，都想离开我，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很早以前就这样了，妈妈，你，还有郑浩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一靠近，你们所有的人都会离开我，为什么？ 真的不明白，你们究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他们要离开你，而是你把他们都赶走了。我有什么比不过孙宇轩的？ 是心吧。 过分了！明天我就要演出了，啊，他还跑去帮明明，爸妈也去参加宴会去了，气死我了！还不是因为那边着急嘛？着不着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明明是怎么对姐姐的？啊，又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嗯，别说了，快吃吧！来，快吃，吃饭，吃饭！哎呦，宇轩回来了，事情办完了。嗯，哎呀，来。 来，坐下吃饭吧啊！过来，过来啊！哎，好香哦！我衣服呢？现在开始做也来得及啊！真是……姐姐，你傻了？你干嘛去帮明明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每次一看到明明，总是于心不忍。平时觉得你挺聪明的，你就是个笨蛋，笨蛋！ 行了，事情顺利吗？只是把东西送去就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宇轩，嗯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啊！谢谢。哎呦，辛苦了啊！哎哎，来，吃这个啊！谢谢。看什么看呐？宇轩去帮明明又怎么样了？哼，两个大男人这么没度量。 没度量，没度量，这里就你的肚子最大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全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嗯，宇轩，来多吃点菜啊，跑了半天辛苦了。一个歌手，如果不全心全意投入去唱歌的话，是没有一个观众会为他鼓掌的。只有当你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，你的歌声。 才能打动听众的心灵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如果。
如果连你也走了的话，我身边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没有走。你和我，因为太相似了，所以更无法靠近。 先回去吧，我去朋友那边一下。去干什么？我帮孙瑜的表演服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朋友那边应该有，我去一下就回来了。哎，时间这么紧，来得及吗？是啊，不行就去买一件，要不就租一套啊。切，你很有钱呢，才用一天要花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不用担心，我一定帮你做一套最好的。嗯，哎，一起去吧。 女孩子走夜路很危险，不用担心了，没关系，拜拜。哎，等我嘛，我跟你去啊。哎，走那么快干嘛？不用。给我拿吧。不用了。你怎么老唱反调啊？你有力气是好事，可这种时候你应该顺水推舟啊。不用了，我是没有手还是没有脚。给我。 手没地方放，就找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你赶快放开我了！没关系了，别人会看到。没关系，不会怎么样了。啊，空气真甜。城市的空气有什么好甜的？城市的夜晚，空气就是甜的。 没什么特别啊，还有点蛮不讲理。我想起，痛，怎么了？我的手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怎么了？啊，快跑！哈哈，被骗了！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牵脚了吗？等等我。